下一张，这个图里面蓝色的框框中间就是广慈园区，它全部都是红色的，高前市红色土壤绿化区。下一张，根据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查询土壤绿化前市分际图专业版，广慈园区全部都在红色高前市土壤绿化区，柯师傅应该考虑不要在地质脆弱的地方过度开发，应该考虑降低建筑量体。下一张，捷运局办理信义线东延段 DR149 设计标，委托亚兴公司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细部设计工作，在2012年2月补充地质调查报告出炉，明确指出广慈博爱园区位于主要破碎带及次要加破碎带。下一张，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第150条规定，经调查有地层破碎带、地层滑动带及土石方矿渣垃圾堆置之地区，应尽量避免做建筑之用。广慈博爱园区位于破碎带，实在不宜大举开发、大规模建筑使用。下一张，上述两个建议揭露至成立会议员104年9月25号向市长咨询的内容，在此谢谢他。下一张，目前保留的最后一栋福德平宅，将来一定要拆除。拆除后，广大的开放空间，除了可以作为广慈园区大量人口紧急避难之用，也可以作为周边公寓人口紧急避难的场所。保留下来的这栋福德平宅，它不单占据了这个紧急避难区部分的面积，还挡住了避难动线的1/3，周遭居民都主张拆除。下一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戴佑明戴同学。我们先请下一位林清次先生。各位好，关于这广慈的开发，我在看到的就是说，我们信义区公所有公告，我们这边附近的避难公园是在松德公园，松德公园离我们这里有1.5公里，这是往南，那往北的话是南港公园，也差1.5公里，那这中间这地带根本没有什么避难公园了，那以后区公所要迁到我们这边来的话，那这个是一个备而不用的观念啦，就是说你区公所要迁到这边来，就是说当一个前进指挥所啦，当然是谁都不希望发生啦，但是宁愿说不怕一万啦，就怕万一啦。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这边不是说质疑市政府的技术这样，现在这个问题是居民，我从来这边好几次都是反对说你大量开发，要低密度开发，那这个是广慈的开发，不是技术的开发，是应该是政治性的开发。大家的意见就是不希望你做那么大的面积去开发嘛。你现在450那个容积的话，你开发一个300，对不对？300的话，那你还有150，我们也不是说希望你浪费掉工地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希望说你像我们那个基隆路那个国宅进去都3坪5坪5坪6坪的那个台北市的尺路啊，那个都跟那个更新的跟了好几任市长都没办法做，还有那个吴文埔迁建基地，对不对？同样都是信义区里面，是把那个100这个容积移转到那边，就协调中央去处理，这样又是避其一役。毕其功于一役啊，把这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。现在不是质疑你们技术啊，你现在讲那个技术都没用啊。现在我跟你讲，
那个大大路哦，我们从福德街到忠孝东路有三个红绿灯，第一个红绿灯90秒，第二个60秒，再到那个忠孝东路那边也是90秒。运气不好的话，你早上这样一出去的话，10分钟8-900公尺都还没办法，从福德街都还没办法到那个忠孝东路。那你这边要开发那个高楼层，说要做中继国宅、中继住宅。坦白讲啊，我问各位啊，你不要给我答案了、啊。你我们的小孩要不要千金金住？我们愿不愿千金住？你扪心自问就好嘛。你来问我的话，我的答案我是不愿意的，因为你那个24层、29层，我怕什么？我怕地震，怕停电，怕停水，怕搭电梯大家挤上班，10几分还没办法下来，然后再下来的话，开车再出去又挤。那有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是政治问题，政治解决了，不是你技术的问题了。我们没有质疑你的技术了，希望你那个破碎袋就是减量那个载重哦，减量不要弄那么多了，这样去开发了，然后就是去协调，这样就解决了嘛。然后这个移转出去的容积，对不对？市政府不是找不到地、找不到钱吗？那个100多的那个容积出去，我们的公宅应该是可以租、也可以售、也可以交换的，应该要松绑。你只要那个放到那个文埔迁建基地，150的容积，那多少钱啊？那可以卖的话，你看多少钱？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啦，我们台北市的那个空屋有7万户啊。这是营建署的资料啊，双北市有19万户啊，那你盖一大堆干嘛？对不对？那你人家那个花莲县长那个校门说是天大的笑话，他一户是250万呐、啊，他这一批卖完了以后，卖完了以后第二批又来了，那我们是希望哦，那个一坪的开发，我们市府的新闻稿一坪开发的建筑成本都要10万、11万，那你加土地款，加那个管销费用，台北市的话，土地建屋一坪30万就很贵了，现在70万、80万，那4、5万栋那些，你要增加那个70万的那个1000万以下的要增加供给啊。好，林先生，谢谢你，不要怀疑我们的技术，好，谢谢。对啊，那我们下一位那个技术解决啊，你的市民团队，你干嘛一直要？好，谢谢。